同样都是狗，人家天天会行间技术，会维修，你俩会干啥呢？我俩会干饭。我是说你俩有啥特长？我舌头特长。我毛发特长。他们可厉害了，只是你没发现而已。小肥狗带去帮我把羽毛球拿过来。我的袜子不记得帮我找找了。这里好像没有。小屁孩还得靠我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等等啊，臭袜子味很近了。原来在这呢，找到了，找到了啦！哎，你别来抢功劳，可恶，走开走开啊！看好了，我要领奖去了。看到没，我找到的，快夸我！原来你俩侦查能力这么强。